Hello， 我们现在在东京哦，我是高雄小叮当，噔噔。高雄徐小义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品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，我们已经到了品川。那、我们等一下坐一站那个三手线到田顶站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继续，我们赶快去饭店 check in， 因为我们晚上要去吃好料的，哦，会去很棒的地方看那个。那叫什么？浅草看晴空塔，在26楼五藏餐厅吃饭，很棒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品川哦，耶、yeah, ！这次行程很顺啊，还蛮快的。没啊，阿舅都蛮顺的。哦，我们下飞机过海关，然后一直到那个换车，坐那个 NEX 的电车，其实都很快，所以我们一下子就过来到市区了。好，等一下就要开始我们这次的东京大冒险，耶、yeah, ！Go！